我们的屏东县政府还有消防局还有支援的高雄市政府的同仁哦，持续的投入救援的行动，非常的辛苦哦。刚才我进来的时候也看到他们非常的疲惫哦，请我们的同仁要注重自身的安全哦。那对于伤者呢，我们都采取了及时医疗以及后续的照顾哦。那卫福部呢也将持续的来协助哦。那么针对这一次的事件呢，我们内政部呢已经在做各项的调查，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速的召开事故调查会，那么来启动我们事故的调查程序，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哦。那么对于救灾殉职的我们的消防同仁，我也要请我们相关的单位提供我们的家属最及时的帮助。这一次的救援的难度很高，我要感谢这一次轮番上阵连夜投入救灾的警消跟医护的人员，经过一夜的执行，很多的同仁累了就席地而睡，为了守护人民的安全，那么大家都辛苦了。最后呢，整体事件呢，中央会协助地方迅速完成复原，让大家恢复正常的生活。